灵珠投胎到了敖丙身上，他想把陈塘关都活埋了。被乾坤圈锁了大半，你打不过我的。说废话，有我在你就别想捣乱。别逼我。打到打到。好，让你无处可逃。快住手！弟子该死，哪吒！啥衣服？火箭枪都捅不破！变身术！呀！来抓我呀！来呀！魔头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